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你想吃啥生活频道。今天的那个鲔鱼蛋饼跟豆浆失败，所以不用问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干嘛呢？我们今天来做一把剑啊！我们要今天来土炮一把剑。那我们今天要土炮什么剑呢？我们今天要土炮鹰眼的那一把，那把叫什么？黑刃还是什么？啊，这样。好 ，OK， 我们改变计划，我们今天要做关公的青龙偃月刀 ，Go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准备的材料有，我刚被自己的棍子打到脚。啊是啊，啊是啊。好，我准备的材料有这个，这个如果照一般的人要怎么讲？他们就不能说哪里来。好，反正这是纸卷筒了，好不好？巨人用的那个棍子。巨人用的棍子，放屁啊！从哪里来的啊？不重要，好不好？反正就是用这个。好，开始。大概多长？至少要像，至少要跟本体有点像嘛。好的，谢谢。太长了。白胶，空的碗。好，白胶跟水一比一，应该啊，啊，随便啊，完全合体了，做一个松狙棒，松狙棒完成，等一下可以用白胶的时候可以用。他已经开到站，他开始换车了，因为他区，如果我们是大安的区间的话，我被他打断了。你看这么厚。好的，我们的青龙偃月刀呢？的头基本上是这个状态，就什么？好了，反正就是塑形完成。接下来等它干。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好的 ，Go。哦，大工程。皮裂感，真的觉得还在，为什么？好，我们的青龙偃月刀的头呢，正在风干中，下集待续，拜拜。